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筑青豪片场，我是筑组的侧拍小哥。有人说拍摄现场很沉闷，我第一个反驳，我在这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，今天我就带你们感受一下。这不是演习，这是实战。三二一，走！欢迎进组登场。哎，不要发疯一下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又来了，保安。这一招，我给我一个台阶吧，我不要。两人都互相承受了很多。渣娘娘，你有什么吩咐呀？你好。再来一遍。你好。OK。别看我们的剧组氛围很轻松，但他们也有认真的一面。3、2、1，开始。好，拍。我伸手就是要够他，对不对？按理说我走了，他应该直接跟我走。我说不行的时候，我才抱上去。大人若不愿帮忙，我也不强求。你有想过我吗？小心点。好 ，OK。节奏不好，有的时候劲儿吃的太多，有的时候又太慢了，又来。帽子跳舞走当。1、2、3，走上，走上，要上下，走上，走，进入，上。直接是认识好了，这我点完之后，我可能本来想要上手。保安再走啊！